我开的花漂亮啊，樱桃这是，多少期老樱桃树，樱桃树口。网友们看看这大樱桃树多高，这菜人接很多樱桃啊，看这树。大樱桃树，接的白花。阳春三月初，满枝看猴哥的攀爬能力。这梯子直上直下呀，拿那个锯上去了。猴哥啊，天生就是上树的材料啊，为砍树而生。
猴哥下来了，不用梯的，徒步下来。好了，哎呀，完事儿了，看到处都是。啊，这个树整个塌下来了。西瓜视频都是那眼镜猴哥，他们找我都是在那边找的，还有 YouTube 上都有。行了，看看视频，往你猴哥点赞。